给他热烈的掌声好吗？代表他承诺一辈子会好好来照顾婉瑜。接下来请彭泰先面对爸爸，给爸爸一个深深的一鞠躬，感谢爸爸妈妈的栽培，将他宝贝女儿即将交给你。那现在要请婉瑜就转身给爸爸一个深深的拥抱，现场亲朋好友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好吗？这个拥抱呢，代表心中非常非常多的不舍，但是相信未来小两口会好好经营婚姻生活。请爸爸将这人生中重要的位置来交给彭泰，未来宝贝女儿就会交给彭泰来照顾。今日我是爸爸的心情，要嫁走去，但是我真不舍。晚年你搁一边在听音乐，在大家老官爱帮忙分担事业，后盖在听照顾你家己，莫干呐，也照顾爸爸妈妈的囡仔。啊，爸爸妈妈祝福你们幸福美满，好，一辈子快乐，谢谢。要保重啊，谢谢。Anyway.